又是在游击方向反手接球，已经推到外野的草皮的王毅磊传 ，nice play！ 哇，这个球厉害厉害，郭修远真的是厉害！哇，这个球高国庆已经打得很好了，结果郭修远呢来一个精彩的 nice play， 手背美技啊！这个球难是难在草皮上的传球还能够这么准，是，哦，这个草皮上的传球直接传到蒙德拉的手内哦，哇，精彩！